档，因为我们金文杯哦已经举办23年了，还是一样非常非常的有口碑哦。我的报名哦，其实基本上是不用宣传，我们还是一样超过球场的预定人数，我们今天来大概160位左右哦。哎呀，所以就是 Fully Shot Gun 的一个比赛。那我们今天比较特别的就是，我们除了当然是一杆进洞的哦，四个这个航空公司，中华航空公司、长荣航空公司的商务舱，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BMW 总裁啊、Frank 林，他一直以来23年一直来支持我们这个他的 BMW 跟汉达哦，在那个两个洞里面哦，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球友们哦都能就是把这个这个车子开回去哦，哎呀，大家人人都有希望了哈、哦。那另外就是说，我们今天也是很谢谢我们南加州各大高尔夫球队哦的热烈支持。我们今天开放了就是有6队这个非常强的这个球队哈、哦、来参加团体赛。我们今天的比赛是属于赛中赛，就是个人赛里面还包括了一个团体赛，我们有6大球队的 PK， 占了我们大概50几个人哦。对，这都是南加州高尔夫球界的这个高尔夫球这个高手来比赛，希望今天的冠军哦，能拿回我们这个我们的冠军锦杯这样子。那我再次。